再见。哎哎，不是姐，怎么了？你今儿给我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海英，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跟我妈他们讲。姐，你那眼镜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想哪儿去吧，不是那事儿。啊，我最近想辞职。辞职？正好有个机会，卫生局直属的医疗器械公司一直想挖我过去。嗯，我想让你把把关。姐，你说的不会是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姐，那看来我得恭喜你，过不了两天你就跟祥子成为同事了。别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也跟你说是正经的呀。别看那家公司规模小，但是相当有发展前景，我看好它。姐，听我的，辞。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妈那边怎么说呀？直说呀，上次我辞职的时候不就跟妈妈直说的吗？哎呀，孙妈妈那边你放心，她是最通情达理的。而姐姐，你想想，你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所以，辞。辞？辞什么辞啊？辞。辞。啊？辞职啊？冬梅，你也要辞职啊？妈。蜜芳姐，哎呦，周慧啊，我想问你啊，我刚才怎么听说冬梅要辞职啊？你一提这个事，我就心里着急。为什么呀？哎，我们医院忙的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我们医院的福利还是挺好的。是啊，她当初选择上中专当护士，你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还跟她说，要像你周慧阿姨那样到大医院上班，那有多好啊！可是结果呢，她要辞职。到什么医疗器械厂，他又不是学技术的，他会什么机器呀？难不成要去搬机器喽？你说医疗器械吧，啊，这个跟他的专业倒是挺贴的，可是这种单位哪有我们医院稳定啊？是啊，听海英说，他现在单位的工资是医院的几倍，卖掉了机器还能分红。是海英让冬梅辞职的哦，不是不是不是，海英啊，给他几个建议。这小家伙，他哪里知道我们医院的福利有多好啊？米芳姐，你告诉冬梅，医院的工作绝对不能辞啊。哦。你们根本不了解两个工作的区别，在这反对，真是愚昧。冬梅啊，你可不能这么跟我和你妈说话呀。我们吃的饭比你多，见的事情自然也比你多，你还年轻啊。我儿子他就是个个体户，他没有劳保，你再丢了劳保，你们老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我跟你妈呀，就是希望你有个稳定的工作啊。护士多体面的工作呀。是啊，妈，卫生局调任我一样是有编制的。什么编制啊？那是大集体，能和你医院比吗？周慧阿姨都不同意你辞职，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国企经济效益都不好，老娘舅的酱菜厂都快倒闭了。妈，我不同意，没得商量，不能辞职。妈，阿姨，我跟你们没话说了，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哎，冬梅，你哭了？哎呦，我就知道我妈来多管闲事啊。哎，我是支持你辞职的啊。这个做护士啊，太辛苦了，经常要三班倒，我连见你一面都很难的呀，对吧？永康公司好啊，你就去永康公司上班啊。哎呀，什么稳定不稳定的，只要有我在，怎么样都稳定嘛。哪怕你不工作都可以呀，我可以养你的呀，冬梅。哎，
冬梅，冬梅，我会给你幸福的。冬梅啊，你不是说你想在浦西买一套房子吗？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四眼发五险的生意多好啊！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挣钱的，给你在浦西买一套大房子，好吧？别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同志们，曾经的永康医疗器械厂正式更名为永康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今天是个好天气啊。是啊，韩总。冬梅，你是第一个我从市卫生局直接要过来的人了。谢谢你，韩总，你是我的伯乐。今天我们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跟经验。你在华山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医疗知识比较熟悉，所以这次我想叫你跟我一起去趟美国。美国？是啊，你也知道，我们搞责任承包制。要扩大生产，市里面给我们首款都拨下来了，而且是一次性到位，20万美金了。这笔钱专供我们在国外购买先进的医疗设施，这是其他单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吧。也就是说，我们责任重大，我们绝对不能辜负国家跟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这次你跟我一起做采购员，一定好好锻炼锻炼。放心吧，韩总。我会珍惜这次机会的。思颖，你找我？哎，冬梅，你到了美国，我们就联系不上了。我给你装了一些常用的药，万一不舒服呢，你可以吃一点。里面还有一些零食，都是你平常爱吃的。这个包包。你就随身带着啊，万一到那边吃不惯呢，也可以开开胃嘛。谢谢你啊，思雅。冬梅啊，你这第一次坐飞机就要坐10多个钟头，这万一身体不舒服了，我这里面还有晕机的药，我是照顾不上你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就这么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了。冬梅啊，哎，冬梅，思雅，我先走了。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啊，走了。哎，等等，发型有点乱。哎，来了，弄一下。你快点呀！那我走了啊。同事也来了，车也到了。你快点！哎，妈，我来了。我先走了啊。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啊？来了，来了。到了美国要注意安全啊！每天晚上啊，把东西整整好，别丢三落四的。我知道了，妈，你说了多少遍了呀？哎呀，我就是不放心嘛。妞，到哪去了？到美国。哎呦，不得了，老洋气的。啊，只是出差几天呀。我到了美国呀，给您打电话，报个平安。嗯。电话不要打，冬梅走了。电话不要打哦，啊，挺贵的，听见没？不打不打，那我给你买点东西回来。也不要买，你留着留着啊，留着买点自己喜欢的衣服。冬梅走了，哎，走了，哎，好，老娘舅啊，老娘舅啊，哎，老娘舅，哎，你再帮我顶一会儿，我把他送上车就回来啊。这就走了？啊，走了。冬梅啊。到了那儿，自己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老杨舅。报个平安，你妈好放心。好的，走了啊。哎，好嘞。Welcome to our new facility. Oh, thank you. Welcome. 你们的规模真的非常大呀，不愧是世界领先的。Let's get started having a look around. Oh, thank you, please. So this model, very classic. I guess you know it. This one, we sold it a lot also in America. Oh, very, very good. New model, of course. Excuse me, John. Mm-hmm. What's this to check?Oh, that is one of our new platforms, high technology for ultrasounds. With that machine, you can take the best resolution ultrasound for your babies, black and white and color. 那图片检测。哦。玉安先生，刚才我们看的一小包一小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Oh, those boxes. I know in China you prefer big quantities. We had to make it smaller. It was the best option. 婷婷，咱们要好好学学啊。So, here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I really hope you enjoyed it. Me too. Thank you very much. Oh, you're welcome. John. Mm-hmm. 这些医疗设施呢，我们肯定是会买的，但是价格方面，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 I won't be able to negotiate the price myself, but tomorrow you will meet the president. 这个他现在做不了决定，明天您将会遇到他的总裁，然后你们可以见面商量。好，我非常期待。